莱斯多贤参加纽约时装周，多贤以品牌全球大使身份首次登上 T 台走秀，让粉丝们都十分惊喜。多贤穿着修身连衣裙，看起来很亮眼。当他走在 T 台上时，散发出专业模特的气质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。杂志也发布了多贤走秀影片，而鹰眼多贤在走秀时也不忘找到镜头对视，让万磁笑称这个职业病真的到哪里都改不了了吧？多贤太可爱了，衣服的版型很好看，完全凸显多贤的小蛮腰，腰臀比太漂亮了。多贤皮肤超级白，在一众模特中也很显眼，网友们也忍不住称赞多贤看起来很漂亮。不敢相信多贤竟然保守了这个秘密，还以为只是坐在人群中看秀，没想到多贤居然一起走秀，真的很让人惊艳。